起了，起了！干嘛？嘿，你听没听到大八卦？吃瓜？不是八卦，闲话，是街头巷尾都在传的大八卦。姐姐，我摇摇尾巴，扇扇翅膀，飞在天上，地上的一切动向在我面前无处躲藏。记得张总吗？记得我在那唱的歌吗？我唱的哇叽个哇哇叽个哇哇。我记着呢。自从那个叫啥来着，穿衬衫发型挺帅的王子，对王子要有大动作，他想要。知道当人类都穿得像企鹅，还扔食物喂鸽，他们想害鸽子吃多，我觉得那都是胡说。我认识好多好多胖哥哥，说正事。听我说好吗 ？Say my thing， 我听到大八卦，快点说。不说大话，你们会惊掉下巴。好的吧，你们都听好了。虽然我吵得你头发昏，但是对八卦我很认真。那宫殿里都在议论你的王子亚历克，他就要求婚。什么？来了一个陌生的人。王子突然就丢了魂，谁？谁？你问他是谁？我觉得他好像刚刚变成人。不会吧？哦，对，谁会知道？谁能猜到？我们的艾丽尔就要把婚纱套快一点穿，礼服时间到，该去那什么？嘴唇对一起叫什么？我没嘴唇，我只有会说这件事，还让我有一点羞愧。真难以置信。嘿、hey, 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哦、oh, ，对了，那接下来呢？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你相不相信大八卦？打扮起来，孩子。不用感谢我穿八卦。日落之前，我们有好多事做。大大大八卦，大八卦，哎！哦天哪，老天保佑吧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明白了，大八卦，闲话。谁说了啥？谁做了啥？来不及了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在日落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到场。对，我们还要把它装扮很漂亮。对，快点起来梳妆，打扮成新娘。这个太阳马上就落山岗，大八卦。